这就开始了吗？已经录上了啊？是吗？哎呀，那我得注意一下我自己的形象了。注意点。先来哪个呀？等会儿啊，得做开场白啊。来吧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太生硬了吧？Hello， 大家好。太生硬了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你等会儿，我先说，你先说。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优米张小喵，这是我的妹妹大老师。嗯，你说。Hello， 涂点口红吗？涂了啊，涂完了、啊、不显红吗？啊，还行， Hello. 挺自然。那今天我们俩来给大家拍一期零食测评，然后这个大老师素颜出镜啊，在这个人世间生活了20多年，就是每天素颜闯天下。然后今天挺有面子，抹了个口红出镜，大家见谅。零食测评，然后今天我们其实量不多，但是我们有一个这个里边就是东西特别多，先来给大家看一下都有什么啊。对，哎，基本上就是这些东西。好。你往那边窜窜呗，我这盘腿都盘不下。我这快点儿呢，要不你下横叉？下竖叉？下竖叉就能省地方。大老师是舞蹈老师，咔啥的都比较狠。咱们先从这个开始，这个是我在良品铺子上买的一个，就是什么什么野生傲娇什么小喵什么玩意儿的一个大袋，然后这里边就是好多零食，样数很多的那种，一直都没有打开，我也不知道里面都有啥，我们打开看一下。我不知道咋打开。这会儿有一个这个蛋黄酥，安小乙蛋黄酥，我先给你尝一下这个。这个一袋是，我看一下我淘宝，狠不狠？哇哦，没打开。这里边还我都有点感到了。本来我昨天想录，然后那个就扁桃体发炎，啥也噔噔噔噔小浣熊。哎啊，那行，那咱先从这个开始啊，看这里边都有啥啊？一个喝的。这啥玩意儿？草莓味的什么什么优酸乳，甜辣鸭脖，我这个我超级喜欢吃，超级好吃。所有的脖都是我的爱。枣片怪味胡豆一袋，香蕉片紫薯仔，脆冬枣，芒果干，这个是甘栗栗子，瓜子仁，这么多东西啊！蟹黄味瓜子仁啊、哦。这个是一个什么果心软糖？我能不接呀、啊？美式西梅，你接吗？你好。啊，我不需要，谢谢。别老一天天。然后手造麻薯抹茶味儿，这么多东西呢？牛肉味儿兰花豆，我天哪，我感觉有点吃不完呢。棒棒卷，棒棒卷好像就是辣，对，辣条。你愿意吃的，对对，辣条。我不爱吃辣条。这个是猪肉脯，我的妈呀，这么多东西！这是什么？烤面筋，麻辣牛肉一小袋，蛋花玉米，感觉像个汤。这个是夹心海苔，没了没了。我去，这也太多东西了！这些玩意儿，哎，弄上火吗？有点饱了。然后这一大袋是139块钱，我觉得还挺合适的。这么多，关键对，关键里边样比较多。从这个蛋黄酥开始吧，你给它拆开，我看一下多少钱。这不是我上次给你的那个，不是这个吗？啊，是他家的，我不知道。啊、我上我是看网上、就是、不知道谁推荐的。这我吃过了，我能不能就不吃了呢？行，吃一个吧，吃一个。那么难。我给你尝尝鲜儿，这个是19块9一袋，是100克的。我这个咋这么碎呢？嗯，来啊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预备起，一起吃，一二，啊，一二三，嗯，还是挺好吃的，是我饿了吗？咋噎掉？感觉挺顶饿，我看这个别我唠热量的事儿，嗯、哎，别我唠热量的事儿，但是别看了，太高了，这个比较顶饿，但是它这个热量、碳水和脂肪都超级高，因为它咸蛋黄的嘛，本来它就是热量高。我都不忍直视，不行，大家得喝口水，来吧，非常啧啧的干个杯，嗯，专业一点，然后好尝下一个东西，下一个想吃啥？这是啥？哎，这个是芒果，强烈推荐的。一个日本的，这是一个什么什么果子，他这么给我介绍的，真的超好吃，里面每一样小东西的味道都不一样，但是里面是这样子的，就是好多种不同样，这大的，这大的你吃吧，好吃吗？他骗你骗你，还行，挺好吃，这个应该是虾的，然后它虾味很重，我吃一个小小的，挺硬啊，嗯，跟你想的不太一样是吗？你以为是酥的那种是吗？对，但是它很脆，还是这样的。你吃个绿色的，它跟我的衣服好配。这是海苔，海苔的。然后呢，嗯，稍微有一点点辣，
啥呀？你这个有稍微有一点点。我刚才吃的那个海苔的，一点辣味没有，跟谁大有辣味？一丢丢吧，也就一丢丢。就是它每一片长得确实都不一样。日本进口网红膨化零食，食品鲜贝、鱿鱼、虾片、海味什么什么乱七八糟。咱吃这个，来吧，撸胳膊往袖子就吃它。你打开，然后我给我找一下，撸胳膊往袖子就往下吃。金鸭进口零食，辣椒、螃蟹、海苔、天妇罗，是不是辣的？是辣的，咱俩一起吃。你得向大家展示。它一面是这样的，然后另一面是那种海苔。来吧，一二三。怎么了？不辣。有点辣，有点感还可以了。它是酥的，不硬的那种。有点辣，后味有点辣。行，你吃啥都辣。它是新加坡的，然后它的原料是海苔、蟹肉和辣椒，还有蟹肉呢。那是老欧。就是海苔，然后海苔是上面加了一些别的调味啊什么的，还可以吧，还行，挺好吃的。不辣，辣辣，因为它属于特别能吃辣的那种，然后我是正常的人类，我这很能吃辣，所以你这些玩意儿，不太辣，比较咸辣的那种，不能吃咸也不能吃辣，吃啥都不是。我能吃咸，但是它这个拉倒吧，不是你这个如果作为零食的话，绝对算咸的。哎，咱俩喝这个吧。行，这口味，咱俩那个白嘴有点太做作了，整的飞。其实这个挺好吃，良品铺子这个夹心海苔，南瓜籽夹心海苔，我原来吃过，有巨香。这个东西，来，这个先给你们看一下，小浣熊要怎么吐？小浣熊吐了干脆面。哎，后面还有地，还有弟子规，后面还有一个弟子规。你吃这不辣不咸？这金鸭这个不辣，金鸭喝。那你吃一下这个。这里面好像加成真的杏仁什么之类的东西，不是，是芝麻和南瓜籽。这个就是有一点甜咸甜咸的，然后它那个海苔很酥，里面夹层，里面夹层很香。我不吃，你不吃啊？那我就吃。哇，好喝！长者立，幼勿坐；长者坐，命乃坐。后边还有翻译，与长辈同书，长辈站立时，晚辈应该陪着站立，不可以自行就坐。长辈坐定后，吩咐坐下才可以坐，是吧？懂礼貌。草莓味优酸乳，是吧？还可以，吃这个。良品铺子这个爆浆芝士鱼饼，这个是我单独买的。刚说口丝香，不是，它这是独立包装的，还是好吧？其实我平时生活中是不吃鱼的。鱼饼没事，一个正面一个背面这样的，哎，就白白的，有点像山竹。我看介绍说这个超好吃，然后给我一口。哎，鱼味不太大，没味儿啊。它里面有个这个夹心，我也没有。有吗？那个鱼肉肠吃过吗？没有那个味儿那么大，但是跟它差不太多。然后里边有这个爆浆芝士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就一点也不咸，然后就可以空嘴吃的那种，早上起来可以随便抓一把然后吃，或者是上班上学中间可以当个小零嘴吃的那种，吃完了也不用喝水，就不会很咸的那种，还行吧，就一般。这个我也吃过了，这个我也吃过了，其实我买了两袋。这个是我从哪儿买的？因为我几乎每天晚上睡觉都要听电影对 TOP 那个发条章，他讲电影，我觉得他那个语调音调那个节奏特别适合睡觉，然后我就每天听，然后会有个就是关注他的公众号，突然就发现这个发条章他卖东西，他就说你怎么不支持一下你发哥吗？因为他叫发条章，所以我们管他叫发哥。其他都什么酱啊什么的就不太适合我，然后我就买两袋这个，就是巨好吃。这个小杯的一个曲奇，然后它里面有三种味儿，是牛油味、抹茶味和咖啡味，它吃到嘴里是特别特别酥，然后很绵很绵的那种。它打开是这样的，绿味也有点噎嗓子。那你要就着奶茶或者就是咖啡，那个还是很好的。一小口一小口那么喝就不会噎。我上次是他在开车，然后我整个塞他嘴里一个，然后咬了半天都说有点噎。它里面是这样的呀？对，它里面是这样小杯的，然后这个是抹茶味的，里面有两块。
咖啡味，咖啡味儿，就算是小杯带出去也很方便，因为它非常酥，如果做成那种袋儿装的话容易压碎，所以它做成这种小杯装的，这个我超级推荐去买的。大家都吃过了就可以先不吃了，反正这个我给个好评也算支持一下我发哥。不行，我要吃一个牛油的，牛油最香，其实也最长胖，其实。你就别想那些，快乐一点儿，快乐一点。大概是这样子的，你得离近点儿。对，它长得就是平淡无奇，就是一个小曲奇的样儿，侧面是层层叠叠的这种，闻起来很香。不用咬。拿舌头抿一下，还有化，咕噜咕噜。老太太也能吃，完全不用牙齿。然后它这个牛油味儿特别特别的浓厚，那个味道非常好，特别适合搭一些咖啡啊什么的这种。不错，这个真的不错，超级推啊。我想吃个辣的。辣的这儿呢啊，麻辣牛肉良品铺子，这个是刚才那个大礼包里面的。接着点别抖了一身。我今天一顿饭没吃，就等这一顿呢，是吧？就等这些呢。我是一顿饭没吃，就等这一顿呢。你都吃完了，你咋还能吃进去？我这不是为了拍视频付出。我不在乎，我不怕苦，我不怕累，我不怕，没有怨言。就牛肉也很好咬，不是那种嘎嘣嘎嘣丝儿特别硬的那种，然后有筋。这个，你是不是就想看我辣哭？你别吃了，来一口，来一口。它是里边有芝麻的那种，里面有筋。我吃到了一块，我吃这块咬不动，那你吐了。能不能吃一块？让我感化它。哎呦，咬嘴，是不是不辣？不辣，略微带那么一丢丢。如果你能吃辣的话，你就会觉得这个没意思，没有辣味儿。所以他觉得有一丢丢辣，然后我觉得就是没有什么辣味儿。这个配点粥啊什么的就挺好，因为上次我做零食测评的时候，可能一下吃的东西太多了，觉得什么都一般，但是后来我把那些就是我吃剩下的东西带到德国，平时配粥啊配面啊吃的时候，我觉得哇每一样都巨好吃，因为德国就比较匮乏，没有那么多好吃的零食，就是网上鸭条如果有的话也卖得很贵，所以这些东西到了德国之后都件件都是宝物，所以不能不珍惜它们。我还买了一大袋，这个就是脱水蔬菜干，里面有好几种啊，综合蔬菜脆，人家叫这个。你说如果要是减肥，然后就天天吃这个？不，其实这个热量很高。你以为它都是蔬菜干，没有什么害，但是你看它的这个能量是跟刚才的那个蛋黄酥差不多的，比蛋黄酥的能量高。每100克，它是2197前焦，它这个蛋黄酥才2073，脂肪也比这个蛋黄酥高。这水果干猛啊！那这水果干还好意思叫水果干吗？哦，各种各样的这种。我来一个最健康的秋葵，哇，一整根儿啊！一整根秋葵。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吃秋葵。来一个非常真实，我来个小点儿，非常真实的一整根儿。我来个小点，你那也太小了吧？这个应该是红薯干儿。就是地瓜干，一点也不甜，它就是说保留那个蔬菜本来的味道，很酥。这个秋葵干非常酥。这个是什么呢？芋头吗？对。哎，就香菇我挺喜欢吃的，我之前去台湾玩的时候买这个蔬菜脆，我还特意买了一包香菇干，我觉得挺香，就是整体都是很脆，然后保留着蔬菜本身的味道。对，这个上面有一个塑封条，吃不完的话可以封上。大家吃一这个吧，乌梅。好，四桂乌梅。然后我是看那个我挺喜欢的一个女明星，叫啥来着？什么鹿？赵鹿？不是鹿，叫什么来着？眼睛很大。哇，她叫啥来着？我可喜欢她了，就是不知道叫啥啊。徐璐，她推荐的。因为之前她推荐了我这个果汁牛肉干，我觉得超级好吃，然后所以我就这果汁牛肉干，这超级好吃，赶紧吃一个这个。好的，尝尝好不好吃，就是甜甜的那种牛肉干，特别好吃。然后所以我比较相信他的推荐，我买了这个乌梅干，然后还买了这个蜂蜜梅饼，这两样小辣椒食品，他说是他小的时候吃的那种零食。牛肉，用假了。还可以，是
不是？是甜甜的，甜甜的，软软的，也不是很难嚼的那种。对对对，小袋儿装的。对，它是牛肉嘛，你如果很饿很饿的时候吃一包这个，然后也会马上就是有劲儿，还可以补充一点糖分。吃完了，哇，这冷哪冷脸？然后现在我们吃这个乌梅，放在包里也很方便。我不是很喜欢吃乌梅，我喜欢吃那种话梅，乌梅就感觉比较干。我太难了，上一口没咽下去，这个又递上来了。嗯，啥呀，抠你半天，那我不得品尝吗？它这个乌梅就是会比一般的话梅比较干，然后它是恰到好处的那种酸酸甜甜，嗯，挺好吃的我觉得，但是口感有点硬。对，真的牙口不好的吃不了这玩意儿啊，就可以随身放在包里，因为女生不都喜欢吃这种酸酸甜甜的东西吗？还不错。啊，吃了这些东西之后可以吃这个，就是清清口。锅巴吃了不？这个也是芒果强烈给我推荐的水军锅巴。这里还有一个，我选的就是肉松味儿和川味儿火锅味儿、哎、这个吧。他说真的超级好吃，他们家所有的味儿都好吃，如果你买了你不喜欢吃的话你给我。结果他回来的时候没有赶上。这乌梅你没事的时候就在嘴里横着，能吃老长时间了，真的能吃老长时间。我现在所以把它吐掉。这个锅巴就是长得粒儿比较大的那种锅巴，糯米锅巴，火锅味儿。来，川锅川味火锅狗巴，来走你。就还挺香的那种入口，嗯，嗯，芒果，这挺好吃的。你送完这个大拇指之后，芒果觉得，不能全给我了。哇，这个你吃辣不辣？这我吃还是有点辣，就是它是那种滋滋的辣，它这个锅巴是不是很硬的那种，然后就也蛮酥的，挺好咬的，不会硌牙呀什么的。我再来一个。哇，这你吃还不辣？你舌头没事吧？这个是我吃的不辣，但是就是往里咽的时候能感觉到有一点点辣味儿。嗯，它这个火锅味很香，它的辣的比较有层次感。好，入口不辣，就是咽的时候。哥，芒果。可以成功。烤面筋，烤面筋，我的烤面筋。哦，这个是我单买的。嗯，你得看一下，就是这个，也是良品铺子。上次我做零食测评的时候，他好像买的良品铺子的东西有点多，然后大家都说是良品铺子找我做的推广。我们这良品铺子那么大的品牌，能找我一个8000粉丝的人做推广吗？这个里面是打开这样的面筋卷，面筋卷没有啥展示的，你就吃吧。没有啥展示的，你就吃吧。可犟了，没有啥展示的，你就吃吧。这个是烧烤味的，哎，这锅巴真的挺好吃。啊，这个面筋卷不是那个大礼包里边的，是我单买的，因为我比较喜欢吃那种烤面筋，但是我在街上经常遇不到，所以我想尝一下这个面筋卷怎么样。这个里面就是很厚的那种面筋，咱们在大街上吃那种烤面筋不是卷卷的吗？嗯，那样吧，它这个就是实诚，实诚，里面呢，东北话特别的实实。哎，我尝尝，就是很厚的那种感觉，这一个应该能挺解饿。辣，你这不是烧烤味儿的吗？咋还这么辣呢？可能是锅巴反的劲儿。嗯，辣吗？挺辣，其实。你看那上面都有辣椒面子。这个面筋卷，跟我想的不太一样，因为街上卖的那种烤面筋，它是比较 Q 弹的那种口感，但是这个有点偏硬。就是像他说的很实诚，就是很扎实的那种，然后咬下去就不会像那种鱼饼啊那么 Q 弹，知道那个面包捏成一坨完了咬的感觉吗？这个就跟那个是差不太多。对对对，然后它的调味还不错，就配粥啊什么的，我代表多少粥要配。对，就配粥啊什么的，还应该还不错。往下开哪个？这个吧，棒棒卷。这个是火辣味，火辣味的棒棒卷，火辣辣的琴啊，火辣辣的小辣椒，它透着心里红，火辣辣的眼睛会说话，哎，它是一个火辣辣的小辫儿招人疼，下一个组合有火辣辣的我，是北一的范老师，我得去造型儿。
厉害厉害，贼狠，小品小走、啊、小品王，小品都背下来了。这个紫薯仔我不拆了，它紫薯仔这么大一个，然后他说拆袋后请于三小时内食用，那我肯定是食用完这玩意儿，吃一袋不得老饱了，晚上饭都不用吃了。哎呦，嗯，那我们现在来一个，哎，哎呀，接了个电话，咱说到哪儿了？棒棒卷已经拆开了，是吗？我不喜欢吃这种东西，他打小就喜欢吃什么？叫什么？卫龙。卫龙那辣条啊，什么就是个辣卷啊，我就不，我不喜欢吃。特别油的东西，从小就吃垃圾食品长大的。我来吃一个脆冬枣好了，你来一个。味挺硬啊，这个豆卷儿，你看吗？我闻一下，我小时候吃过，很就挺硬的那种，就是这个 挺耐嚼的。这个东西就是哪个小卖部啊、小超市什么的都会有卖的这种。只是他家是良品铺子，品牌不一样而已。嗯，跟那些个味道都没有太大差别。嗯，这玩意儿能做出啥好吃不好吃？嗯，调味不一样。啊，我这不一样。嗯，这个脆冬枣还是很好吃的，肉很酥，然后很甜，很甜，很甜。哎呦我的妈！这个不错，我本身也挺喜欢吃冬枣的。这个是很酥脆的那种脆冬枣，不错，这个可以。怪味胡豆大家应该都知道啥味儿了吧，不吃了，就麻薯，不吃麻薯，就麻薯能有什么味儿呢，是不是就抹茶味儿麻薯。香蕉片不吃了吗？我们来吃一个那个就是清新口的，也是那个徐露推荐的，这个梅饼叫什么呀，小梅屋梅饼，欢吃欢枣有胡辣汤。这还没咽下去呢，那又来了，还是这种特别特别小袋的，这种小小的，我摸起来是软软的那种，就太软了，它没有糊的那种，没饼嘛，不是话梅。三二一，嗯，好像也可以无牙。嗯嗯，略酸，嗯，有点酸，然后也是免吧免吧就能吃的那种，嗯，不需要牙齿咬。它很非常软糯，特别软，但是对我来说过于酸，我是不太能吃酸的那种人，就还好吧，也是平时放包里，嗯，没点酸，没事可以吃的那种，对，或者胃口不好，啊，晕车什么的，哎，含一个这个很好的，但是我不晕车，我也不晕车，好，推给晕车的小伙伴们，吃这个芒果干吧，大家再吃点，先吃点那个腻的，然后再吃这，我买的这个，就是这个也是。好像很火吧，炸鱼皮，我买了蛋黄味的和这个藤椒味的，蛋黄味的就是网上很多人推，然后所以我迫不及待先开了一袋那个蛋黄味，但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大家吹的那么好吃，所以我不知道这个藤椒味的会怎么样，能看到那个鱼皮的那种纹路，瞅着挺它是这样的，就是我之前是没有吃过这种东西的，就鱼皮瞅着不太有那个食欲，但是不知道味道怎么样，尝一下，很香，但是你细品它会有一点点那种油，就是油的那种味儿，是不是？你吃了没有？对对对，它会有油的那种味儿。如果不喜欢油味儿的那种人，像我就不太喜欢油味儿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嗯，就这个藤椒的还不如那个蛋黄味儿的好吃。蛋黄味儿的它会更香一点，因为它那个蛋黄的味儿本来就很香嘛，它也不辣，我吃都不辣，会比那个蛋黄味儿的那个油味儿更重一些。一吃就是油炸，就是很明显的能知道是那个油炸食品，这还很火的这个。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火的，而且这个鱼皮热量也挺高的。别乐热量的事儿，地道港式小吃香脆鱼皮，我挺失望的，因为好多人都推荐这个，然后我觉得就那样吧，太油，嗯，就是太油。芒果干来了，芒果干应该是小小包装的，我也拿手比较好拿。我现在在我妹家录视频，因为我家太乱了，正好我这样，不是独立包装的。让你失望了吗？让我失望了，我就吃那个小的。它这个芒果干啊，良品铺的这个芒果干，嗯，不是很芒果，不是芒果的那种本来的味道，然后它有点偏甜，它里面肯定加糖了。
一吃就是加了添加剂的芒果，不像以前我吃过别的那种芒果干，它一吃就是直接芒果的那种味道，这个没有，一般吧，就湿湿的软软的。嗯，对，软是蛮软的，一般吧。嗯，没有芒果味儿，甜就是甜，失败了，这个失败。鸭脖子来一个吧。行，这鸭脖子我巨爱，巨爱吃，甜辣鸭脖、嗯。这个是独立包装的，这个可以，我觉得放在包里面可以解解饿。这吃鸭脖子也没啥肉，解啥饿？下酒还行，哎，拿着晚上就吃去得了。下酒，骨头是很酥的那种、嗯，很好咬，它也不是很干的那种，它的肉还是很好咬下来的，然后它骨头也很酥，因为它不是那么干，所以感觉的肉还蛮多的，是不是？味儿也挺好，也不用啃得那么费劲。对，就是放嘴里边就差不多了，肉跟骨头就脱离了。嗯，而且调味我觉得很好，就是它是甜辣的嘛，然后那个辣度就挺过瘾的那种辣度。因为我现在有点出汗了，但是也还不是让人受不了的那种辣，就是挺过瘾，能吃出来辣，然后还有一点甜，所以我觉得这它的调味特别的就适合我，有辣味儿。嗯，终于说出来一个有辣味儿的东西。嗯，有点辣味儿这个。嗯，好吧。基本上想吃的已经差不多了啊，还是有点辣。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，你觉得今天最好吃的排名一二三，你说最好吃的前三名和最难吃的一名。鱼皮，鱼皮最难吃，因为实在太油。嗯，鱼皮不好吃。然后最好吃的，能不能积极一点，先说好吃的三名是不是？嗯，还可以一个。我发哥的曲奇，然后我觉得这个锅巴也很好，因为本身比较喜欢吃辣。嗯，鸭脖吧还是？哦，那你跟我一样，来鸭脖。咱们前三名是一样的，那就是这个我发哥的曲奇，然后毛果推荐的这个火锅味的锅巴，然后还有这个两米兔子甜辣鸭脖。啊，口味这么这样吗？是、还有那个牛肉干我也很喜欢吃，这个牛肉干我也很喜欢吃。果汁牛肉，对，果汁牛肉干很好、然后其他的我也是最失望的就是这个。因为我看好多人推，然后这个实力也很好吃，但是这就是日常会补货的那种，日常的那种。但是因为我们以前都吃过了，也没有说特别惊艳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芒果干也不好吃，这芒果干也不好吃。今天我们的前三家，咱俩选的是非常的一致。好，就是这三个，耶！然后就到这里吧，天也快黑了，吃的也挺好喝。吃的也差不多了，然后大老师现在要去上课去了，送大老师去上课。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你无声黑白。哈，辣的吗？来，很辣的，嗓子有点不太行了，有点哈了。好，好，今天就到这里啦，然后期待我们下次见面。也不知道下次见面是什么时候，也不知道我，主要不知道我这个视频能什么时候剪出来。我最近真的。回国40天，然后每天都没有时间干正事儿，就吃喝玩乐，哎，就是这个，所以可以看出来也长胖了。他回来我胖8斤，我也还不算今天这顿零食，我也差不多，我也差不多，就这样吧。然后期待我们下次见面，拜拜。你瞅啥？你瞅啥？没有你能吃的耳朵。多多，闭眼。啥呀，咔咔的，下嘴巴啥呀？是不是没见过照相机？